喂，Hello，喂，怎么会是这样？哎呀，看一下啊，现在时间是8点钟，啊，人都陆续在来。如果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能给我一个回应，我需要大家给我打一个字，或者是代表你能听到，OK。能听到吗？Everything is okay。好嘞，我看见有人回复我了，代表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啊。我听说啊，他们玩这个现在还挺有这个小技巧的。大家看到的是我的这个主画面吗？就是贪婪或恐惧，注水牛也是牛，操作策略回顾。大家能看到的话，我显示的是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PT 的这么一个界面啊，那么不要吝啬大家的小心心，虽然我看不见啊，但是大家可以点那个右下角的小心心，我也不知道代表了什么，但是感觉好像挺快乐的样子，很开心啊，本来我的档期已经满了，因为说过这个星期这个月只有一场的，后来啊这个好像Jackie 广大要求啊，我又加了一场啊，不知道会不会给这个叫什么来着，叫做加班费啊，如果大家都点小心心，我估计会有加班费啊，其实天天听我们讲，我觉得能来的都是真的是对我们还是很欣赏或者很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客人，也是与我们这边的风格比较贴近的投资人吧。那么也很高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相见啊，可能过了1个月2个月以后呢，大家再回头再来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也有一定的感触。就像我现在回去看我3月、4月、5月做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也挺有感触的啊。当时说的，包括我们在此刻当下当时遇到的那些情景啊，对我们。本身来讲呢，投资回顾的时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叫做参考意义，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接下来呢，就是简单的寒暄两句了，那也是让大家找一找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节奏。今天晚上的内容呢，其实主要是也有一些干货给大家分享啊，也还有一个小甜点。那么如果接下来呢？有兴趣或者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留言，然后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作答，如果没有时间呢，我也会尽量给大家回复邮件。OK，那我们现在呢是8点03分，我们的讲座正式开始。我看一下啊，下一张。好，先做一个个人简介。我叫奥斯汀陈，相信大家都对我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啊。如果没有了解的呢，可以这个到我们的小助手的那个公众号上翻一翻，有我们的文章，在我们之前的 YouTube 的视频上有我的这样的讲座啊，包括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啊。那么我个人来讲的话，是在这个
国际金融机构负责资产管理和分析建议，持有澳洲金融牌照。多年以来呢，就是服务这些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呢，有了自己的一些交易理念，比较熟悉金融产品的特点啊。现在来讲，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是我对股指产品比较熟悉啊，节奏把握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呢也提供相应的一些分析啊，包括一些策略啊，给到我们的 VIP 客户，大家每天早上的短信都有可以看到。在每次讲座之前呢，我们都要做一个风险声明。那么今天的讲座也不例外，我们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有风险的，不可能像银行存款一样保证回报，那么也不一定说适合所有的人。那么今天我讲的观点呢，也是一般信息，不涉及到金融产品建议。我没有考虑到就是屏幕对面的您的个人财务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那么 GoMarket 是1898年成立，然后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和一般性的建议咨询。我们的牌照号 AFSL 是3254963，注册码 ACN 是0818640039。其实我还想用这个名字啊，叫做恐惧的狂欢和无情的淘汰，但我觉得有点太叫什么呢，可能不太有吸引力吧，对吧？确实最近的市场有一点无厘头，或者说叫做让我们感觉到的是这背后充满了很多的这种用常识去无法理解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是恐惧的狂欢的话，我们从黄金的走势可以感觉到，对吧？那为什么又叫无情的淘汰呢？我觉得无情的淘汰其实啊，就是在这样一种动荡的市场下面，在这样一种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吧？好像去哪里旅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订票啊，什么时候能跟另外就是想见的人相聚啊，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意好像很多都不能够被我们掌控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要面临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挑战，或者是从其他的方式去找到一些收入而没有去做好这样准备的人，真的就是被无情的淘汰了。我们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吧。最近我相信市场里面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新闻吧，就是柯达，对吧？之前不是说嘛，就是柯达是做胶卷的，后来被那个叫什么数码相机干掉了啊。后来数码相机呢又基本上被这个手机给干掉了。那么作为这样一家老牌的相机和胶卷生产企业，都已经破产两次了，突然在这一个星期涨了三十倍，这背后是什么呀？我觉得这背后啊，你说是恐惧吗？我看不到恐惧，对吧？我可能看到的是贪婪，我或许看到的是流动性过剩，也可能看到的是资本市场的一种活跃。听不见是吗？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我调一下声音。耳机麦克风。可以啊，我都是调到最大的，可以听到是吧？好好好，谢谢大家的回应。那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啊，涨了30倍，这样的一种涨幅啊，他做了什么呀？他做对了什么？他做对了，就是他做医疗不是医疗器械，是医疗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医药的副产品或者预料的原材料啊，这我的刚才打可能不小心这个连词贯字就出来了。那么他做这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美国要求药企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回流，包括在目前市场里面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还是疫苗和医疗方面的东西。那我们说这个东西啊，说这个企业实际上也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在资本市场里面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我们不能够去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明天一定会重现，但是我们要保证的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它能够收获到一些我们这
这个可能去获得的收益啊，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做投资，对吧？大家做投资不是为了去找这种可能亏钱的机会，肯定是要找一些相对确定的机会。嗯，那这次啊，这次黄金就是这个月、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啊，我觉得叫最亮眼的产品，也是走势非常汹涌澎湃。从7月21号开始啊，就是从1815这个地方突破以后，就一路上攻啊，真的就是好像是叫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能下车，你一要下了车你就会被这个无情的甩下。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辆高铁啊，它的速度太快了，对吧？下去抽根烟你就上不来了。那么黄金就给我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抓住了，那这一波可能够你吃这一年了。如果没抓住呢，对吧？你可能会有一点难受啊。怎么做？接下来怎么做？是冲进去还是等待，对吧？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市场可能充满了恐惧，就是因为大家好像觉得这印了这么多的钱，那做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叫做什么地缘冲突啊也好，或者是这个接下来的这些经济情况啊，让大家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啊，就在这一刻就给迸发出来。所以黄金真的是写满了市场在这一个星期以来的他的恐惧。那么呢，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狂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纳斯达克100，它代表了美国成长科技股的一个走势。它涨了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涨了突破了今年2月份的最高点9700点，现在已经摸到过11000点以上，现在还是在10600-10500这样啊，就是死守。我们看到的是贪婪，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题目讲，又是恐惧又是贪婪。你说这个市场是，哎呀，很纠结啊。我们看这个图也有可以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的市场里面的贪婪和恐惧的指数啊，已经啊来到了这个2000点的高位了，就是比2000年的时候还要高。喂，哎，我怎么看到又有人说听不到了？我今天这个耳机可是专业的啊，我还在办公室呢，一直用这个专业的耳机在给大家讲。那么从这个图表上，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贪婪啊，是到了一定程度了，而市场却一直在放水，对吧？以美元指数，以美元为首的这个。可以看到美元指数一直在一路下跌啊，然后呢，我也整理了一些啊，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就是说从过去的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啊，大家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放水，是吧？我们看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下调准备金啊，50个基点，下调存款准备金啊，200个基点啊，下调利率，下调准备金，然后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放水的节奏。财政政策是吧，也是啊，鼓励发债，对吧？专项债融资，鼓励这个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提高提前发行地方专项债啊，各种的这种基础建设啊，加强投资啊，说白了都是印钱嘛。都是来鼓励啊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钱流动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地方的这种啊 CPI 和 PPI， 包括我们的啊这种市场的节奏啊和 GDP 这样的一个走势图啊挺有意思的。这些报告里面的择取的部分呢，其实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在整个市场里面我们的这种资金的一个节奏，就放水的节奏，然后融资的规模包括我们的信贷慢充和这个占名义 GDP 的比例，这些我们能感觉到的是市场整体的一个宽松的格局啊，
大家可能去具体的去聊的话，可能像银行一样的去分析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降息，一直在降准，一直在释放流动性，对吧？那么从这边的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四大央行的主要利率呢也是一直在下调的，现在基本都贴地飞行了，因为今年是一个疫情期间嘛，然后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之前就是在三月四月救市时候央行的决心啊都是在疯狂的印钞。也在疯狂的发债，你看央行的债券购买量大家可以看从这个图上面我们之前也在讲座里面提到过，说现在的这样一个负债率啊都赶上这个二战期间了，就是以美国为例的话就说白了就是钱呢、越来越毛，越来越多了。然后在这种市场下面，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既是恐惧又是贪婪，恐惧不断的放水形成对于自己手上货币的冲击，恐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收益的冲击，这种冲击，恐惧不知道去投什么，对吧？然后在市场里面又不敢观望，马上就想上车的这种冲击，然后呢又看到了贪婪，就是钱全部都扎堆，形成强者恒强的这样一种格局。昨天呢我们也聊到了关于白银的这么一个走势，大家可以看这幅图，就是白银呢已经在月线级别上面可以看出来它已经站上去了，因为我大概率的讲从今天和明天来说这根阳线应该是挺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月线级别的牛市，白银的牛市，那么应该是在向我们招手。那么既然我们要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些投资的策略嘛，那么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的功课。那么历史上呢，白银一共走了四次牛市，这四次牛市呢，我们都做了一个整理和分析这也是我们小助手 Flora 这个开关之作那么这次呢，我们一起分析呢白银的这个在历史上的四次牛市，那么我择取中间一部分，就是08年到11年的这样的一次第三次牛市那么呢，他在你文章里面是这样写到的：金融海啸，民主党上台意图拯救经济，美国利用美元的地位进行印钞票的量化宽松救市，并仿照日本下调利率接近0%，对吧？一度呢，抬拉道琼斯指数上涨一倍，到达海啸前的水平，有点像今天的纳斯达克然后，后续欧洲国债问题爆发和美国评级下调，2011年股市又现颓势，且失业率呢一直维持在9.1%印钞带来的停滞性通货膨胀导致各地的动乱不断分析了在国际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可以想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2008年到2011年之间白银的价格从18美元每盎司一直涨到49美元每盎司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凛冽的一波牛市。那么大家有没有准备好2020年的这一波呢？当然这个报告呢肯定是可以给大家去发送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加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然后呢索取这个报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面呢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太难了，真的就是如果是学生的话呢可能今年也是最难的就业季，对吧？如果是老板的话今年也是想着上顿要愁下顿，你一直要应对团队要应对这样的一个接下来的市场变化，我想大家都是很忧虑的。就最近呢也看到一句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在同一个巴士上面有人感染，有人平安无事，这是身体的免疫力。同样的封城隔离，有人一年吃喝不愁，有人一个星期就拮据，这是财务免疫力。
一样的灾难，有人积极阳光向上，有人怨天尤人，甚至仇视他人，这是心理的免疫力。那同样待在家里，有人读书学习、运动、直播开会，也有人睡觉、看电视、玩游戏，这是价值的免疫力。来，为我们鼓掌，为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鼓掌啊！大家都是在学习啊。确实啊，把时间花在这个地方，确实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啊。那么，在这样一场天灾，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所有人的身体、阅历、认知、人性、良知、勇气、思想、灵魂、价值观，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筛选啊！就我们刚才说，在这样一种市场下面，确实我们不进就退，而我们要战胜意外不幸，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么来 Go Markets， 来跟我们去学习投资，来我们的课程里面去提高认知，我们可以帮您提高财务的免疫力。那么右边这幅图呢，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一幅非常知名的叫做这个照片吧，应该是某个记者拍的啊，但是我就不去追究了，毕竟我不是在找他背后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大萧条的冲击下面啊，他说我会三种生意，我懂三种生意，我会说三种语言，我为此奋斗了三年，我有三个孩子，但是我没有工作已经三个月了，是吧，我需要一个工作。那在1929年的时候，当时政府我相信跟现在也是一样的，用尽全力的想去救市，不想让大家过苦日子，不想去让整个经济停滞啊。但是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能够决定的而又不能决定的事情啊，说的有点伤感了，但是确实要尽量多的去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提高自己的能力吧，然后呢去尽量的让自己和家人过好日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面临的就是第二轮的冲击。那么我们很用力的去做了第一轮的防守和冲击，就像澳大利亚目前之前我们做到了可能说是全球的尖子生啊，很快呢就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抗疫的这么一个成绩报表展现出来了。迅速的压制了这样一个新增人数，可是没想到第二轮又来了。墨尔本最近很惨，今天呢700多例，对吧？那我们这个墨尔本的几个小哥哥就非常想来悉尼喝喝酒啊，是吧？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可是呢这个来不了啊，来了还得隔离，对吧？那么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遭受的冲击都不一样了。我们之前我们可能讲 the first wave， 第一次是像饭店是吧，然后服务业，然后我们会有一些social distance 要求的会受到影响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里面。但是到了第二次的一个 second wave 的时候，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影响的面就更广了。那么我始终认为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既然在做一个分工，那么分工的同时大家又是一个整体。如果说分工的某些环节或者某些部分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肯定也会影响其他分工体的一个收入，对吧？真的接下来大家要准备好有第二轮的冲击，或者说这个冲击还没有结束，那么也希望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面吧，就是大家能够跟我们有一定的收获啊，能够学到或者是收获到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那现在来讲的话，很多客人都会来听，包括会问说，现在这个市场。就连你们都在说很疯狂，是吧？股市高不高，低不低？好不容易说找到一些这个解除焦虑的东西，结果一下子一个星期把一年的行情都给我走完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上车？对吧？
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是1960的黄金和25美元的白银，16000点的纳斯达克和1500的特斯拉，包括还有跟着凑热闹在上个星期涨一个周末涨了1000块钱的比特币啊。真的，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做过投资，你现在看到这个市场的时候，你是很慌乱的，或者说叫做孤立无援的。但是呢，我们讲，第一，任何时候都不晚，真的，任何时候都不晚。首先，路在脚下嘛，对吧？那么第二呢，找到正确的方式吧。我觉得给大家推荐一下，下个星期五三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有个很好的机会去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去聊一聊，看一看，听一听，有没有就是说比较懂这个市场的人，他是怎么去分析看待这个市场的啊？那么我们之前探讨过是 U 还是 V 还是 W 对吧？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好像有的已经走出 V 了，那这个 V 会持续吗？对吧？那么 W 很多人都还期待着 W 呢，因为早第二张脚那个第二只脚落下来的时候，是大家都想去把握的一次机会。那么你有准备好吗？所以说我觉得下个星期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GoMax 一个很重要的年终的活动啊，这个是中间的中啊，也就是我们会聊一下这个澳币和股市的一些情况。那么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还是国际的著名投资大师戴若古比，还有这个著名的投资分析师 Mike 黄，我们到时候也会隔空打电话吧。那么做个广告啊，下个星期三。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回顾一下我之前这个月做的交易，包括呢给大家抛两个小的彩蛋。那么刚才给了一个彩蛋，就是过去这个历史上这个白银的四次牛市。那么这个报告我们已经 ready 了。大家呢加小助手，我会给大家发啊。当然如果说你不是我们的用户的话，那小助手肯定会问呢，你是谁是吧，你在干什么，那么你就跟他聊一聊嘛。近期交易回顾，第一张单子7月1号，我只说我的，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吧，我为我做的事情负责任。这句话说的当时呢，我们早上发了一张单子是 Hong Kong 50 Buy Limit 24000点，啊，开盘就开始涨，啊，然后呢就是一路上攻啊，这样的一张单子，有的客户说他们可能没有跟进去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七月一号休市，我当时我也懵了，你好像是香港回归纪念日，然后我说哎呀，今天好像这个机会来了啊，因为这个股市在启动，然后我觉得Hong Kong 50应该有机会启动，结果他不开市，知道吗？后来就没有当天没挂上单，但第二天进了场。但是这张单子确实我觉得给的非常及时，然后是从那个周二一开盘就开始往上跳涨，然后一路杀到26900，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么高啊，但是呢这样一个趋势性的我觉得是我已经看到了，那么暂且算他赢好吧，不能算他落袋的，暂且算他赢，至少我没喊空嘛，喊空的太惨了。好，第二张单子，那这张单子呢就是切切实实进场的，但是他走了一段时间，发酵了一段时间。这张单子是在7月13号做的，有人就会问了，哎，你7月1号到13号之间干嘛去了？我干嘛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干嘛去了，那段时间可能有点忙吧，没怎么看盘。或者我做的都是中长线的，所以说有时候呢可能没有好的机会，我一般也不想说。那么7月13号我们看 CCL 呢，我们当时进场的建议的价格是在8.65块，但实际上更好的价格还有8.6块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能会比我的成本还要低一点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哎，我在这个地方进场，然后呢拿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止损位是在7.9块，所以说一直没碰到过这样一个8.4块以下的价格，那么说我们很安全，结果就拉上去到9块，到9块，所以这张单子非常漂亮啊，获利了结。这张单子是什么来着？
对，这张单子是纳斯达克，确实是好喊的一张空单。我当时是想着它会回调到10800，但是很弱，当时回调到了10778，差12个点，22个点没进去。没进去的话呢，就是它后来又到了这个目标位了，又到了这个目标位。那么如果说大家这张单子挂进去一直没管它的话，它可能会有一次第二次进场，那么这个时候进场就会被止损掉了。所以我们这张单子不能叫赢，对吧？啊，这张单子不能叫赢。那么我们再看这张，7月16号，这儿7月16号这张单子，当时是做的 POS 啊 ，POS。当时我做完讲座以后，第二天我就下了一张单子叫 POS， 买入的价格是在0.3，然后呢，我们看到0.35啊，没有问题，最高涨到0.38。这张单子也是获利。然后7月21号当时是早盘起来看多 SX200 啊，看多 SX200， 买入价格是6050，然后有个客户给我回信说，奥斯汀现在已经6040了，是不是要空啊？我说啊，6040了，那你比我的成本更好哎，对吧？你止损只有40个点，我还有50个点。结果他也跟着买进，然后冲上去啊！我觉得这个，这张单子做得非常漂亮啊，也是很幸运吧，因为第二天就跌下来了。然后7月22号，这张单子也是，也是赢。这张单子是稀土 LYC 公司，买入的价格呢是在2.08到2.09这个附近。然后呢，对，我给大家的价格是2.1，那么我自己的价格是在2.09的样子，我记得就是便宜一分钱。然后呢，拿了一两天吧，就因为中美的这样一个测试管的时间就冲上去了啊，然后美国的订单一来是吧，发酵一下2.5，漂亮，2.5。OK， 7月23号这张单子，7月23号这张单子是大家最近都有关注的 A50。A50 之前我们就说过，说到底是不是应该做多，到底应不应该做多。那么大家应该最近也看到了啊，7月1号开始往上涨，最近虽然很纠结，但是一直底部很坚实，止损1470，最低1475，是吧？很结实，那么安全的很，大家可以接着试啊。当然啊，市场也是在变化的，如果说接下来如果大家是做短线的话，千万注意了。七月的这是什么时候，这张单子没有日期呢，这张单子可能截图的时候把日期给截丢了啊。这张单子就是它的第二天，我喊的是航空50的多单，这张单子也是赚钱的，今天走到了25200点，25200点应该在这个地方，这是我昨天做的图啊。那这是昨天早上的，对，那就是前天早上的航康50，前天早上，这个是昨天早上的一张 SX200， 当时是开盘是在5992，然后开盘就开始往上涨啊，打到目标位6040以后呢，它踩到了6050就回来了啊，也算是赢吧。那么如果说大家昨天没有进，今天进场，那么今天又冲上去了，也一样可以赚钱。好，这单子我就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服务也好，或者说我们给出来的这些信号也好，我是把我的名字写在后面的，我是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啊，当然我是为我负责任，大家参考。那为什么是叫我负责人？因为如果我做错了，或者我天天错，大家是不是，对吧？就会特别想那个揍我，是吧？我也天天打脸也不好意思。那么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和表现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确实在市场里面待的时间够久，有天天关注它，有不断的去学习。第二呢，我觉得也是运气啊，运气。我觉得真的一个人赚钱啊，其实很多时候啊，运气很重要，就像是吧，大家遇到 Go Marcus， 就像我吧遇到 Mike 啊，就像是吧某某遇到 Jackie 一样，
是吧？都是运气。好吧，这个运气是强者的牵制啊。啊，给大家附上两张有意思的图表啊，这两张图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第一张图呢是啊所有股市的一个市净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图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过去15年以来啊各个股市场里面它的股指的这么一个股市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分布图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市净率的最低的是韩国和俄罗斯还有香港。这也是如果说我们买增长或者是买价值回归的话，那越低代表我们的这个越安全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图表啊，大家可以截图啊，然后对照自己投资的这么一个情况可以去看一下。那泡沫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就是你看也是标准普尔嘛啊，还有新兴市场印度啊。印度其实真的很厉害，最近敢狂怼中国，我觉得啊背后这个也与他10年的牛市有关系啊，呵呵飘了。OK， 第二就是市盈率来说的话，我们从过去15年以及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图，大家可以看到啊，谁的市盈率比较高了？高了就是代表它就是这个怎么讲，就相对贵嘛，低呢就相对便宜。同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说哎这个俄罗斯好像很有竞争力啊，你看市净率也低是吧，市盈率也低，但是资本不区域啊。 OK， 这两张图大家可以在做股指的时候可以去参考一下，有些股指呢它跌到一定程度它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价值的。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个东西它不好，但是它跌着跌着它就好了啊，就便宜也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竞争力。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一下我们越低越垃圾啊，这个朋友说的挺有意思的。确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强者恒强嘛，对吧啊，但是我们做这个价值投资来说的话，或者说跟市场里面去找一些相对叫做什么有比较好的盈亏比的机会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去讲一下股指产品。之前呢我们已经讲了6次了，那么这次呢我们讲西班牙和法国，西班牙35和法国40啊。哎不对，这个差了一张图啊。那么股指呢我们就不再过多的介绍，因为讲了太多次了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股票指数就是反映整体的股票市场上的各种股票价格的中立水平以及变动情况的指标。然后这些呢我们都讲过了，大家可以查过往视频。那么今天讲的 ESP35 呢，它是西班牙马德里证券交易所的基准股市指数，1992年启动是吧，然后它是由西班牙证券公司的子公司 Sociedad 的，这是西班牙文的，都不会拼然后它叫 IBEX35， 是一种市值加权的指数，包含了35个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中最具流动性的西班牙股票每年调整2次。然后这个 CAC40 呢是法国的由40只法国股票构成，通过巴黎证券交易所根据前40个法国上市公司的股价来编制是基准是以1987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来编制的。好，我们具体的进去看一看。那么 ESP35 呢它所有的成分股呢我们把它找出来以后，我后来查了一下市场里面没有人去过多的去分析这个股指啊。那么我大概的去查了一下，就是它的基准点起点是3000点，然后呢因为西班牙的受到了这个内外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它在欧洲嘛，第二方面它的一个地区叫做泰农尼亚要求独立，所以说一直对西班牙的经济表现有所牵制。
然后在这个指数里面呢，它又是偏金融和能源板块。好，我们现在先想一想，如果它是偏金融和能源板块，今年的表现会什么样？今年的表现会怎么样？如果它偏金融和能源板块，这个指数的表现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我先不要着急翻页。不好，嗯。加泰罗尼亚，嗯，看来有人比我专业啊，因为我对西班牙关注的也不多，这个指数我不怎么做，会下啊。张旭说会下，旭张还是张旭啊？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股指表现，简直了，惨绝人寰。它从07年见高点以后就一直在没有上去过，然后在今年的疫情来临以后，从这个10000点左右，10048点嘛，一直往下卸，卸到5800多点，我们就算它是6000点嘛，对吧？那么现在又回到7000多一点点，一点都能反弹不上来，是吧？毫无这个招架之力啊！那你说这种估值我们怎么去参与，对吧？就看看嘛，大家要了解一下。其实从估值里面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的活力，是吧？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信心。这我完全看不到信心，从这个估值里面，这都是在勉强的支撑呢、啊。2012年和2020年这两个低点，你看。很强的人工痕迹嘛，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股指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就好啊。也确实我觉得现在说西班牙还有什么红酒嘛，干不过澳大利亚是吧，啊还有什么斗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合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左边是它的合约的一个这个属性，或者说叫做明细表，它里面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合约值的情况，它的 contract size 是 one， 然后它的货币单位是以欧元，然后折算成7194欧元，就代表它的一个标准合约值，然后我们可以最小做到 0.1， 也就是说700多欧元的一个合约值我们就可以做啊。然后它每天的交易的时间是从这个服务器早上9点到21点，所以它时间也不是像其他的股指那样就是接近24小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法国的 CAC40 指数。那这个指数呢，我觉得可能就了解的人就多一些了。很明显啊，就是从成分股里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就不一样。大家看看这35家公司有几家你听的特别多的？有几家？是银行啊，是吧？然后什么天然气啊这些东西，大家。所以可能平时都不怎么接触，但是大家看看法国的，来看看法国，好像都认识啊，爱马仕对不对？认识吧？道达尔、欧莱雅、路易维登是吧？达能，包括空客是吧？空中客车，所以这一看这些指数，大家就知道哦，这确实是法国国力的象征呐、啊。那么法国的这个指数的话呢？它是一个不一样一点的，它你看它，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它的成分股的一个分布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是偏什么，这个 closing accessories， 啊，这个是很奇葩的啊，就是偏零售股，偏零售的这样一个权重，然后再往上就是什么这个 oil and gas 呢，什么 banks 啊 construction 啊这些。所以呢，这个指数来讲是有点意思的，就是法国人浪漫嘛，是吧？找的一些成分股都是找的一些这种这个搞奢侈品、搞这个时尚的，它最大的现在最大的一家这个龙头或者说叫做流通股就是路易威登啊，它市值是最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法国指数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吃喝玩乐吧。那法国指数大家可以看这个它的过去的一个走势图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然后呢07年也是随着这样的一次金融泡沫啊金融危机呢开始下跌，每次下跌的时候呢都在2400、2500、2600这个地方企稳，然后呢在本来在2011年以后啊2011年以后
开始走了一个牛市，大家可以看这是典型的一个慢牛嘛，往上慢慢攻慢慢走啊。但是第一它肯定是比不过澳大利亚了，那么第二呢它还没有达到过之前的高点，对吧，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就哦哦下来了，又回来了，回到现在又回到了4000点附近。所以呢法国确实就是说这个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来看，确实我觉得就是像失落了欧洲一样，就是说整个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包括还有这个意大利啊，对吧，之前我们讲的还有德国，德指就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了。德指就是英国就是欧盟的这个火车头嘛。那么这些指数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就特别关注，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参与一下，包括了解一下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啊，也可以提高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了解，可能某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得上啊。那么这个合约的情况呢，它是也是欧元计价，然后每一个合约是标准的是一个 contract， 就是它是4000多，那么就是4000多欧元。然后这个交易时间也是这样，从这些交易时间看，我们觉得好像欧洲的这个都比较难啊，法国和西班牙都是时间比较短交易的。然后最小合约值也是 0.1， 最大合约值250啊，大家可以看看。那为什么放在最后讲这几个？因为把重要的我都已经给大家先讲过了。像之前我们讲如何跟踪中国股指，如何去抓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股市的反弹机会，科技股啊，包括全球最均衡的股指 SP500 啊，这些都给大家讲过了。OK。哟，讲完了，今天时间过得好快，那我们剩下还有十几分钟就聊聊天吧。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聊聊天，没问题我们就这样。没想到今天讲的太短了，是啊，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的就这么快啊。那其实有很多内容呢是要展开的，但是哦，澳洲大盘的走势哈，好看一下，先找一个图。欧盘大跌哈，今天欧盘大跌啊。稍等啊，我找一下图。哇，大家还挺好玩的啊，这我觉得GoToWebinar 要是能做出来那种刷小飞机的，我觉得会很好玩。现在看着这种字啊什么的，还是没有我们这个中国的或者说一些先进的软件做得好啊。它这个有点 boring。大家想看 ASX200， 想看一下 AXU 啊。把它拽过去。大家能看到吗？弹幕哈，对啊，弹幕，我现在跟大家聊天就是看像看弹幕一样，知道吗？因为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刷那个小表格里面的字啊。这就是澳洲股指啊，我们看一下日线。那澳洲股指从这个图里面大家看的能看到吧？我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哎。怎么没了？我看一下是不是显示的这个画面。OK。看一下日线，
日线可以看到澳指呢上方的压制呢就在2600点附近啊，2600点，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强的阻力区间，在这个地方它目前呢是在这防守，然后震荡。从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澳指呢不算很强，但是呢它又不想跌。如果它能回到5700-5800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就是这根均线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机会。如果说啊央行还是要挺市场救市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一个相对好的低点了。但最近来讲真的很难做，就是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面我们要去抓机会。澳指你看发现没有，它基本上都是上下一点点，它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宣泄式的这种涨幅。当然了，如果说你抓住的一个短期的波动的话，那么这个盈亏比或者说叫这个止损点是比较小的。这个澳指的话之前我们也做过，就是说一个分析吧。我认为呢，我是偏乐观的，真的，我对澳指的走势是偏乐观。我认为啊，澳指会在5800-5700的位置呢，会有很强的一个支撑力。也很多人可能等的就是说，在接下来能回到5500-5700啊这些地方的时候，再去买一些货啊。所以说呢，市场现在也是在博弈。那么如果说让我选择做澳指的话，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逢低去做多，我也不想做空啊。第二呢，如果是它能够冲上去2600多点的话，那么我会去追，也代表是它把这个空间打开的话，那么它向上还有空间。CSL 今天看的 CSL 最近比较弱，说实话，最近是从那个275跌下来以后啊，我都不用看图啊，从275跌下来以后就有一个调整，那么可能有一点弱。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您想买的话呢，可以看看它站上275，或者是它再往下走一点到200-260-250这样，可能更超值。看一下还有人问 LYC 哈， LYC 不是上次我们买过一次 LYC， 然后就大涨了11%嘛，还是12%那天。对， LYC 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这个机会，接下来的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它已经站上这个压制的双轨线了，然后呢它现在回调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是它起涨点的，我觉得大概率它可能不会回来，或者它要回补这个空缺的话，那不更好吗？那么它不回补的话，那我们可能，我觉得它接下来可能要挑战2.5块以上的价格。那么我觉得 LYC 在接下来的市场里面还是比较有想象力的。有人问 PLS LYC PLS 都是我最近做的两个，然后 PLS 呢是因为它是做锂矿的嘛，然后之前一直很惨，被压制的很惨。但是我们想，就是当电动汽车板块涨得这么好了，当这个像中国的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天天信心量太大，然后像特斯拉什么的都涨得这么好的以后，觉得像 PLS 这些它也会补涨，会跟随。所以说我觉得 PLS 呢还是在这个产业链里面，虽然是原材料的最上游，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利好的。有些我都不知道您在问什么，我不知道咋回答呀。然后 AMP 前两天我还真画了一个
看了一下 AMP，AMP 从长期来看的话，现在是半死不活的状态。那么现在，哎，打错了。AMP， 你要看月线图，你会非常震撼。月线图，你看 AMP 啊，从98年，然后跌下来，尤其是它跌破了2.8块以后，在这个地方就很惨，一直就抬不上来头了。然后它现在在1.6块的位置，如果你是喜欢做那种比较小的波段的人，波段的那种操作风格的话，其实你可以跟着这个市场的节奏啊逢低买买，逢高卖卖，但是空间很小。这个股票目前来说，我们也没看到它从这个趋势线上面有一个明确的反转，所以 AMP 呢，交给那些比较能做短期的这样高手吧。如果说它有一个明确的机会以后，我们再考虑。比如说我们画个线，你看它很明显这个压制的这个趋势还在。APT 看空吗？哇，这灵魂之问啊，这个人是谁呀？你很厉害呀。APT 看不看空？看空，就必须看空它。After pay 嘛，对 ，After pay。APT 简直了，我觉得真的，这个估值，这个股票，你看从今年的最低点7.88块那个位置，一直涨到75，然后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支撑吧。其实大家如果发现它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的时候，就会可能会走一个短期的熊市了，就是我们放大一下，怎么放大？放大一下，对，放大一下，然后画一个简单的就是低点连线，是吧？如果说这根线不能够再维持它一个上涨的能量，那么它就大概率要回调了。所以呢，目前来讲的话，它还没有熊，它还怎么说？它还很顽强。没办法，人家的背后的这个资金还是有这个很强的能量的，所以说等等吧。我反正我觉得像这种票我是反正不会做多了啊，因为我错过就错过了，并且我的钱也放在了一些更好的机会里面，为什么要去折腾我自己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很多问题啊，什么 CSL 今天就是机构拉高感觉CSL 我今天开盘的时候看了一下，收盘还没看。有人问说澳美最近很强啊，当时刚才我们讲了美指啊，美元指数一直爆泻啊，所以澳币肯定相对就走强了。那什么时候美元开始回调，是吧，往上涨的时候，那澳币就开始走弱。这个还是要澳元还是要看美元的脸色的。MSB荣宁啊，这个我回头研究一下吧，这个我平时关注不多啊。GEM 叫熊英啊，这个人朋友啊，我也不太熟，回头我们单独给您回复。CCP 是不是复活了？你这个有点歧义啊，我有点害怕呀。CCP 到底指的是什么呀你？有点害怕你这个问题。还没有啊，还没有复活。从这个图让我感觉还没有复活，保持耐心吧。Dex tonight can be at no price。你群 ，Dex tonight，Dex， 我看一下，德三零。哇，真的耶，德指好，这个刚才是有人跟我说欧元的那个欧股爆泻啊，那从日线图来说的话不乐观哦，
欧元的这个不乐观。嗯，如果要买的话呢，如果要买，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看不出要买啊。嗯，你要是那个属于那种就是能追涨杀跌，我觉得应该空。如果要买，可以看看之前在这个平台上，哎，对，你看这个线就来了，两万到两万一啊，这个地方可以试一下。但你止损就大了，因为不知道这根线有多大能量。我现在看它这个能量很强的样子，那么你止损要可能要放在11500或者11550以下，那止损的点比较大，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附近吧，看一下，试一个 0.1， 感觉一下。有人问 KGN 啊 ，Cogan， 宋梅，好，最后一个了啊 ，KGN， 这间电商股，之前我看我们好几个同事都看过，哇，很强悍，你看，但最近也是有点显得有点疲倦了啊。可以看到吧，有点疲倦，就是均线向下排列了啊，不是这个黑线向下排列了，然后昨天硬挺了一下啊，今天实际上整个盘面不是太乐观，它涨得还不错啊。那么Cogan 的话，如果你是有多单的话，我觉得再看看啊，再看看，就是接着持有看看，毕竟它还没有完全说跌破的位置，如果跌破回调，你可以平掉你的多单。如果你是想进场做多的话呢，那么从小级别看一下，不行，进场做多这个价格不好，不算太舒服这个位置，可能买了有点难受，那只能等了。等一等了，对吧？毕竟像这种股票啊，真的，如果说白了就是，如果你错过了，就错过了，大胆的放弃，对不对？好的东西多的是，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这个叫什么，去问，现在说是去选择什么高位的股票进比较好？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低位的时候你没买？你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啊，你就知道现在你应该怎么做了。不是你想啊，现在我还能不能买？你应该想啊，为什么当时我没买？因为没买，因为没买，所以没买啊。大家都很能聊啊啊，行了，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还要回家呢，看一下道子啊，好，看一下道子，DG 308应该是。嗯，这家伙，我有点记不住这个代号了。US 30。哦，道子这个地方有支撑呐，26000挂。两万六三挂的有点早，两万五千九，26000啊！你看这根线拉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线是不是很舒服？在这个地方啊，试一下，如果破掉了，哎，咱就错了，无所谓。但是我大概率我觉得，对吧？这个地方应该会有机会啊。好，你看有一个朋友给大家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hint 啊，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关注一下。好，谢谢各位。好，记得给我点小心心啊。好，今天到此为止吧。感谢大家。结束了啊，拜拜。